如果你兜里面有个几百米啊，你可不要去喝酒抽烟打麻将了，拿这个几百米来赚取5000块钱，它能不香吗？那么做什么呢？很多人就会觉得不现实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来到咱们家呀，来到咱们家你可以带走这样大大小小的发光发亮的玩具，回去摆个小地摊，像这一款一款，像这样一款天使的这一款发光包包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回去摆个小地摊，你卖个十几米的话呢，一个月的话呢也能够挣个十几块钱。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么可以看像我手上这些各种各样的款式，这一款对不对？小包包小女生比较喜欢，拿货的话呢2块多。这一款这个荷花灯笼拿货的话呢2块多，对不对？以及像我身上，以及像我这边的话呢，这一款这个莲花灯2块多，还有这个健身甩甩球2块多，像这一款这个超大的这一款网红波波球2块多，没有听错哟。看一下子我身后这些架子上面各种各样的玩具的话呢，全部均价2块多一个就可以带回家了。990米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咱们家带走430个这样大大小小的玩具呢，回去摆个小地摊，你就是说卖个十几米，它是不是属于很吃香呢？那么一天的话呢，简简单单的话呢，卖出去几十个的话呢，也能够让您自己挣个1800-1800块，对不对？而且在咱们家拿货的话呢，卖掉是你的，卖不掉的话呢，你自己给我拿回来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在咱们家拿货的话呢，这样一个5层落地的移动货架的话呢，给你们搭配上，走到哪里卖到哪里，赚到哪里，430个各种各样的爆款玩具全部给你搭配齐全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通通都是游的。如果呢，你也想要用这个1000多来赚取5000的话呢，咱们下方评论区一起相互交流。